应该直接丢了，因为他这个这边受伤还蛮严重的，这个整个受伤还蛮严重。哦，是有撞到他吗？没有没有。哦，你们是经过看到他在路中间了。啊，现在有挖打洞，现在洞把这个打掉。没有，他们会还是应该还是会那个吧，还是有人值班。
那人家的那个鱼缸当自己的浴缸。